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？你们如姐弟，如亲眷，是彼此的光和影。然而，光和影终究无法相见，你与他也无法同行。如果知道结果是这样，我还会这么选择吗？你想林然吗？我很想他。你喜欢他？可是他满心满意都是你，容不下别人。住嘴！我们现在都结婚了，你还插足？你想破坏他幸福吗？我是不是你做的？我做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？林然，你别走！别碰我！你就不能体谅体谅爸的一片苦心吗？让你谈个恋爱有这么难吗？我和妈妈本来就不一样，我不想复刻妈妈的人生。我叫了所有的人，就是为了能够光明正大的站在你面前，为你挡开所有的流言蜚语。强行克制合理化的愤怒，情绪的自我控制与冷静期。放开我！你先放，你先放。东西给我放下！哎呦，我就是跟林然有一腿，怎么了？你把林然送进医院了，赶紧去医院，不会等我亲。你放开小少爷。新男朋友啊，刚刚搭车认识的。悠悠怀孕了。兔崽子，你再说一遍。我们结婚吧。唐薇薇，我喜欢你。人类需要成熟的心态，绝大多的从众心理和过激行为都是内心不成熟的表现。所以你有没有一点点的喜欢？当然喜欢你，毕竟就你这么一个弟弟。我哎呀，你要说不出来我先走了，给我发短信吧。我喜欢你。这告白也是林然让你来的。唐薇薇，我喜欢你，还有你种的海棠花，我想把你和海棠花都带到家里，把海棠花种到院子里，把你种在我心里。